come to the world, the battle of through the heavens, and a commitment is made to improve your combat chi and break your limits. Download now to get great rewards.天海雅儿乃当朝圣后的侄孙，你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废他武功！ 山中寄春秋，风霜染衣袖。忽悠人可知，匆匆少年游。 红尘不思雪，山天有残月。方觉一波凉，又笑我痴狂。问此生何故，此生何处？丹田已无字，玄机难出。若长生难求，以命为主，方冥冥如因果殊途。 问此生何故？此生何处？丹田已无字，玄机难数。若长生难求，以命为主，方冥冥如因果殊途。 两位，请回吧。薛云破已经不在学院里了。啊，怎么可能呢？这才过了半天，他还受着伤，能去哪里呢？我们只是想看看他，让先生医治他。你怎么就说不通呢？麻烦前辈，我们只是想探望一下那位薛院同学。可是薛云破真的不在学院里啊！昨晚大夫稳定好他的伤情之后。 判定他经脉尽断，绝不可能再修行了。之后他就自请离院了。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呀、啊。怎么这样？亏我记得带着先生来看他。两位，昨夜青藤第一夜闹得这般风风雨雨，摘星学院也无暇招待二位了，请回吧。 先生，嗯，那人说的没错，青藤宴暗潮汹涌，之后的第二夜我们就别去了吧。啊，那么今天就没事了，先生，我们逛逛街吧。啊？ 先生，快看，好棒啊！好看。哎，我也要这个。哇！先生，你快来看呀！上，快看那儿！拿好，谢谢。先生，这个好好吃，快尝尝。这是什么做的？吃了有什么益处？哎呀，没什么益处，但是也没什么坏处呀。好酸呐、啊！ 洛洛，你很关心那个轩辕坡。因为神都很少看见妖族的伙伴，而且他很勇敢啊。确实勇敢。轩辕坡的血脉虽不如你的强大，但废了实在可惜。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先生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呀？没事，这不重要。等真遇到了轩辕坡再说吧。好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 占星学院怎么会养出这样一个废物呀？就是啊，废物啊！你看他那手毛茸茸的，像什么呀？真是个大废物！大废物！哎，你看，还洗碗呢！大猩猩洗碗吧？啊！没出息！欺负一个受伤之人，算什么本事？谁呀？啊！这不是打残了天海雅儿的那个小姑娘吗？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 你们是？我叫洛洛，这是我的老师陈长生，我们两个都是国教学院的学生。是你们？没错。谢谢你的出手相助，我听说你离开摘星学院了，是他们把你赶走的吗？学院没有开除我，只是我的右臂已然废了，再也无法修行。我不想留在学院里吃白饭，所以出来了。那你以后？ 准备怎么办？为了我来神都修行，部落里的长辈凑了很多钱，我当然不甘心回去。只是我们妖族体质与人类不同，废了的手臂很难治好，以后恐怕只能做个普通人了。先生，你能帮帮他吗？我试试吧。太好了！哦，你以后别做这些粗活了，跟先生走吧。 他能帮你，不需要了。部落里的长老从小就教育我们，不要接受任何的同情，特别是人类的。你跟我来。哦。啊！ 先生，他同意了。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。等等，回来，碗还没刷完呢。 有什么感觉？有些酸麻。你的右臂有希望治好。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现在试着将真元运至曲池穴，再至池泽穴、少冲穴、天泉穴。 竟然恢复了，连摘星学院请来的御医都没治好我，你一个普通人竟然治好了。不愧是先生，哎，你还不谢谢先生？谢谢先生。轩辕铺此前多有无礼，请见谅。重新修复经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建议你留在这里好好休养，反正这里还空着很多地方。哦，可是我不是这里的学生，不能在这白吃白喝。 那好办呀，你变成这里的学生不就行啦？哦，不需要考试，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了。嗯，给。以后就由我来教你啦。见过师父，见过师祖。我饿了，饿了就去做饭呀。国教学院不放饭吗？我们出去吃吧，啊、去街上走走。嗯，好哎，先生万岁！陈长生。 长生，陈长生，陈长生，陈长生，不在啊！这家伙，本少爷可是好不容易逃出来找他的，他跑去哪儿了？好气派啊！听说神国七里都来了。喂，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搞那么大的阵仗！这是南方来的使团，据说是来参加青铜宴的。往年不都是冬至以后才来的吗？听说这次南方使团来，会在青铜宴第三夜，就是七夕节当天，代表秋山家向神将府提亲。如果没有意外，秋山君和徐有容的婚事就能定下来了。 神龙和天凤果然是要在一起了，什么？这么快？可不是嘛！哎，我们的凤凰终究还是要嫁去南方了。请问一下，秋山君来了吗？提亲自然是长辈主持，同门帮衬，他此刻怎么会来呢？就是神国七律也只来了3个人，不过这3个人实力不容小觑。哦，其中最厉害的。 莫过于神国七律的第2位苟寒食，他通识道藏，学识渊博，在骊山年轻一代弟子，甚至别的宗派年轻弟子心中地位极高，算是大脑一般的角色呀。那还有谁？哦，排名第4的关飞白和排名第7的七间，看看，就是他们，骊山数千弟子当中才能选出7名最强少年。神国七律。 好气派呀！什么气啊！先生，我们快走！啊？怎么了？难道是神国七律？不，我感觉到有人埋伏，他们想趁乱击杀我们。你们是何人？竟敢包围殿下！什么殿下？我只看到3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国教学院学生，你们竟敢废了圣后娘娘的侄孙，还不引颈就戮！你们是曹教育派来的人，哼，他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我看他也活不长了。你们知道的太多了，带着这些问题进坟墓吧！堂36。哎，我才被关禁闭1天，你怎么就弄得这么狼狈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想找你来喝酒的，发现你不在国教学院，就出来找你喽。如你所见，有那么多人并不希望我活着。青藤宴本也不打算去了，本不打算去，现在呢？ 我说，能帮把手吗？如你所愿。嗯。嘿，跳！嗯。